看到你就要付出。今日代志就会变甲安尼啦。杜承恩，你们可以呀、啊！杜承恩，我是不可能让你伤害我厝内人的。放手，放手！杜承恩，我就先送你去地府，去好好受罪，然后我就送你到了，去跟你一家团。期待你的生日，啊！你若是无看到生日礼物，你一定会后悔哦。来，出去，你出去啦！爹，你老公，我要看伊到底要送啥。啊，新妇囝连心，知影讲后生送的礼物哦，真重要。这内底是啥？家己拍开，唔就知啊。你现在要送一卡，迄百货鞋啊！你叫人家人是要创啥啦？出去啦！这是杜承恩的鞋啊呢！啊，恁做爸母的人，家己后生的鞋啊，你认得？这卡鞋啊，确实是承恩的，是伊考着检察官的时阵，爸爸妈妈送的。这小杂毛，你个承恩人哦，哈！我跟你讲哦。迄楼卡公平的，甲警察几大队，我随时发人来甲你咬。你若甲承认哦，你真袂行啦。好啊，你去慌。杜承恩是通缉犯的，伊家己要走路的时阵，涉事跟我什么关系啊？你家己甲政府人送入门来，怎么甲你什么关系？当然嘛是有关系。你安尼讲哦，我真正足冤枉。杜承恩要涉入的时阵，老是卡鞋在遐，我只尔好心甲鞋摕来才通知你，你把我当作？我是犯人哦，我只是好想去有雷金呢。真无代无钱，哪会落来？是你叫人动手的对无？你无证据就莫对我白讲哦。你若是继续安尼白讲话，我是会告你诬告哦。啊，不，这个鞋哪会落来？这个鞋怎会落来？哟，哎呀！我不是杜承恩，我哪会知影？你若真正哦，想要知影？无你会当去关洛英啊？你就会当问到杜承恩伊本人啊啦！我想这杜承恩哦，应该是真惊孤单寂寞，唔才经营妈的生日哦，做伊的纪念。安尼后摆大家哦，唔才会当家己记得。